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小坤的欧布奥特曼来到密室里面打怪兽的时候呢，我竟然发现了迪迦奥特曼啊！哎，这个迪迦奥特曼很奇怪哦。你看，他躲在这个柜子里面，而且呢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枪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躲在里面不肯出来了呢？哎，迪迦，哎，你出来啊！你是怎么了？看起来怎么傻傻的？哎，这是迪迦吗？哎呦，看到没？这个迪迦他们现在朝我开枪了！哇塞，这是什么鬼？这个迪迦他们为什么要打我呢？你看。拿着他的步枪一直在打我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这就不得了了，这迪迦奥特曼是疯了吧？为什么一直都在打我呢？好吧，我感觉他有点过分了，而且呢，我觉得这个迪迦奥特曼好像是假的，有点问题啊，是不是？不然呢，他为什么一直打我呢？来，我们现在用这个宝石来测试一下啊，3、2、1，你看，我的天，又是你这个黑衣人是不是？蓝，我的天啊，没想到又是他啊！不过呢，我现在已经把他给消灭掉了。那今天呢，就要玩到这里吧。我是